这里。我的天哪！然后那边是就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景点鱼尾狮了。我先去那边转转吧，然后再走这个桥，去那边转转，去那个摩天轮看看吧。这边太漂亮了。已经到鱼尾狮了，人真的好多啊！我想拍照可能没有地方了。已经拍完照片了，虽然拍的有点丑，还是去。那个桥，然后走到那个刚说的摩天轮去看一下吧。然后这边有家卖零食和饮料的，看看新加坡的物价正好。记得机场飞机上面这个卖9块九新币。5630，这是30块人民币，然后飞机上是69.5945，45块，可乐2块，水，我要一杯柠檬茶吧，老板，我要一杯柠檬茶，谢谢。12 seconds later， 达达拿到柠檬茶了，我来喝一下，喝猛了，不过。真的很好喝，只会说一句好喝或者好吃。应该吃哪家好？炸大肠，头一次听说大肠还能炸，12.5块人民币啊！这里好像我有点消费不起。我要吃个什么虾面吗？才8.5块，5840也40块了。结果还是点了一份印度饭，其他的实在都是太贵了。人家推荐我点那个20新币的一个海鲜饭，人民币100块，还是算了，这个6块，我吃个6块的就够了。拿到炒饭了。分量好像有点太少了吧，这个米看起来一颗一颗的，好像还不错。 6.5 hours later， 这个米太干了，我去那边买一杯饮料吧。家人们刚看了一下，饮料有点贵啊，还是不喝了吧。直接去那个摩天轮吧。346 minutes later。哦，到底下一看，再看，这好大啊！不知道天津的和这个哪个大。然后呢，刚看了一下票价，这个摩天轮才250块，根本不符合我的身份，太便宜了。我决定不坐了，回青旅睡觉了。